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啦。咁啊，之前呢單就所謂過一段落啦嚇 ，OK。咁又嚟喎，又有啲咩恐嚇啊，又性感床照，話你好陶醉啊咩？哇！即係黐線㗎。會唔會覺得就係、是、喂做呢行，喂其實都幾攰㗎喎？即係尤其你初入行啦，接完，因為我頭先所講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都算係多新聞嘅新聞啦 ，OK。已經咁快有咁多呢啲即係所謂負面嘅消息啦，會唔會覺得好攰或者可能喂，即係有冇喊緊做？咁其實我聽即係有呢啲咁嘅新聞出現嘅時候，我係好唔開心，唔開心到不得了，成日匿喺屋企喊。但好彩我身邊有媽咪，我媽咪由細到大都教我，呢件事係唔好，即係可能撳一塊鏡啦，呢度係鏡，呢度唔係鏡㗎嘛。你睇呢邊同人哋睇呢邊係唔同㗎嘛。咁我會希望我自己睇嗰面係靚嘅，咁我會盡量扭轉個角度去睇呢件事係好嘅，因為我做藝人啊嘛，咁要有新聞咧先會好嘅。無論係一個 good news 定係 bad news 都係一個 news。咁樣諗自己舒服啲咯。但係咁好老實講，當初梗係唔開心啦。邊人我同埋我未接觸過嘛，我唔知點去應付。咁好彩屋企人同埋公司在我身邊去幫我，如果唔係嘅話，我自己都真係唔知匿埋喺屋企喊十幾廿日都走唔，即都唔敢走出街咯。係啊，不過呢件事令我更加快去了解娛樂圈點運作。呢個係真嘅。咁啊，娛樂圈多靚仔啦，頭先所講。我有冇中意過啲圈內人？圈內人。圈內人。圈內。我以前男朋友是圈內的。講得邊個？唔講得邊個。出唔出名㗎？我咪就話俾人 hurt 過咯。出唔出名㗎？出唔出名？即係一講就知道，哦，原來佢即係係呢一種人咧，定係？因為我識得有啲女啊，其實佢隔離嗰都係做呢行嘅，但係講名係忘性。哦，咁啊，我嗰個男朋友其實係即係圈中人嗰個就係、是，我15歲嘅時候同佢一齊嘅。哇，好多年前啊！嗰時讀緊書嘅，佢都仲未出道嘅，佢 train 緊。咁同佢一齊咗都年幾兩年，斷斷續續。所以我就係話咯，後生仔咧係比較唔定性嘅，同埋都一定係靚仔啦，靚仔嚟㗎，係啊，靚仔嚟㗎。咁見得多，側邊有唔同嘅女仔，係啦，所以都好 hurt 咯。嗰陣時真係 hurt 到爆咯。咁但係邊個冇講啦，費事我好想知，費事打攪到佢啦。而家咁幸福 ，off record，off record 咯。啊，好，轉到話你知，係咯。咁但係其實圈中同圈中人拍拖，我覺得有個好處嘅，就係可以大家呢一行啊嘛，我可以我講嘅咩佢明咯。如果圈外人嘅話，我講咩佢唔明咧？但係有陣時候，我覺得同 artist 拍拖有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即係之前可能喺其他訪問都會聽過，就係冇咩做喎。出街又唔係，唔出街又唔係，同埋咧，我覺得即係excuse 我即係咁樣講啦。我覺得 artist 嘅性格咧，其實好難捉摸，因為都係有藝術家性格咧，突然之間係呢樣，突然之間係嗰樣，係好浮嘅其實。即係唔知佢想點咯。係啦，即係你要捉咯。係㗎，因為太多雙重性格嘅，咁所以兩個都係嘅話就。OK 咯，我接觸有一啲比較極端嘅係冇性格嘅。咁搞咩叫冇性格咧？就因為佢拍得太多戲啦。哦。即係佢，即係我有時同佢講下嘢咧，突然之間會浮咗去，講第二樣，突然之間講第二樣嘢嘅。係，同埋佢唔會望你嘅。好似突然間呆咗，咁然之後，同你講啲九唔搭八嘅嘢，即係會有呢咁嘅嘢咯。即係你要容忍佢呢啲咯，因為佢突然之間會好似元神出竅咁，無端去咗第二度諗一定嗰啲嘢咯。咁。都是的，很多 artist， 即其實我自己都有人會的，不知自己即突然之間不知走了去哪裡，即你很難說的，即但很多 artist 都是這樣，你完全觸摸不到他的性格，即我自己都是，我身邊的朋友都會經常說不知道我想怎樣，
或者我一時好開心，但突然之間下刻我可以好唔開心，好嬲嘅，即係唔知點解嘅，冇原因嘅喎。但係所以我就覺得，如果圈中人拍拖嘅話，咁可能大家都會明白咯。所以我其實我會揀，我都會揀圈中人。即係而家呢一刻，係會即係揀幕前嘅人或者幕後嘅人。係咯，即係做呢方面嘅人。咁啊，拍拖其實都不外乎都係有兩個喺個秤上面有兩樣嘢要平衡咯。一個就係麵包啦，一係啲水啦。OK， 即係係咪愛情飲水飽咧？定係可能喂佢真係可能喺財政上面可以照顧到你？哦，一定是。即係對於你嚟講，其實邊樣重要啲咧？我一定係揀飲水。飲水嘅，唔怕嘅，都唔使諗。我可以，即係我覺得我可以自己揾到錢啊嘛，我點解要揾麵包呢？嗯，係咪先？咁我會係咁樣諗咯。咁當然希望男朋友佢財政獨立嘅，咁 OK 噶啦，已經。我唔需要佢好有錢或者要養起我李嘉誠啊、許俊亨啊嗰啲都唔需要。只不過佢自己照顧到自己，我又照顧到自己，咁我覺得 OK 噶啦，可以負擔照顧翻佢啦。有冇試過有啲許俊亨級或者係李澤楷級嘅人走埋嚟咧？都有認識呢啲朋友嘅，即係。比較有屋企有錢嘅，咁都有認識過，咁有冇追過你咧？點追呢其實哇，點追啊？即係我想知道啲有錢人係點樣嘅手段。都問徐子淇。我認識一個朋友啦，咁佢係會銀彈攻勢咯。嗯，即係點啊？不停送禮物。不停送禮物咯，係啊，咁。但係好多時候都，唉，你送禮物都好，你做幾多嘢都好，你冇感覺，冇感覺。嚇，咁點啊？全部唔該，同我退翻曬佢。都唔要喎，拒絕啦，係啊。最貴嗰份估計係有幾多咧？去到咩數字？即係可能係鑽石戒指，可能都十零萬啫，嗰啲或者幾萬蚊，即係佢出手啊，去到闊度去邊度咧？手錶咯。手錶。鑽石嗰啲嚟嘅。唔係喎。哦。唔係，即係。嗰啲幾萬蚊嗰啲，幾萬蚊嗰啲 ，OK。但係點啊？即係可能不停約你食飯，又不停擁。係啊，即係每一次食飯都會。海派甜心嗰啲嚟。係啊，即係嗰啲 friend， 哇，幾好玩。咪雖然現實都有，但係當你現實有發生呢啲咁嘅狀況嘅時候，你就會其實唔咯。嗯。係啊。OK。嗯哼。咁假設啦嚇，呢個假設性問題嚟嘅啫。OK。如果你同另外一啲 artist 或者同阿陶生啦，舉例即係做得揾阿陶生嚟去假設，毫無壓力，毫無責任，俾你揀，就佢嘅性格嚟嘅啫，因為你認識佢嘅，你朋友嚟噶嘛，係咪？你有冇揀試下同佢發展咧？真係假設性問題，難嘅假設性問題，假設性問題啊，就性格啫。我答唔到，點解咧？即係譬如話嗱，佢又中咗你嘅年紀啦 ，OK， 咁可能佢有 talent 啦，可能有啲錢啦，一定獨立到啦 ，OK， 咁咦係喎，係咪？咁成唔成立咧？要慢慢了解過先咯，再了解多啲先。即係你覺得了解唔夠深？我覺得大家兩個人相處嘅，咁應該要多啲了解咯，唔應該係。咁樣咯，係啊，即係我假設唔到啊，即係。但佢唯一唔中你嘅就係唔專一咯，可能。嚇！我唔知咧。即係可能唔中，可能唔中嘅就係呢樣嘢咯。唔係嘅，咁我覺得佢當然有好多佢嘅優點，佢好多嘅長處，佢先可以做到咁成功啦。咁所以我會向佢學習咯，係啊，我會當佢一個大哥哥咁樣向佢學習咯。嗯 ，OK。咁蘇花入行入咗年紀啦，有冇後悔咧？我會跟我行到而家呢一步，冇，覺得自己仲 handle 到。我覺得全部嘢，因為我信佛嘅，係我媽咪由細到大都教我，全部嘢都係上天嘅安排。咁好多時都係個天鋪咗條路俾你行，你就點樣行噶啦，好難去改變，改變到少少，但係未必改變得曬。咁所以我覺得。
一路以嚟嘅都可能係個天整定要我咁樣去做啊，或者咁樣去行嘅條路，係要我遇到咁多嘅波折啊，咁多唔好嘅新聞啊，咁先令到我自己識得去處理同埋成長咯。咁所以我冇後悔嘅，我從來做嘢都唔會後悔。嗯，因為我唔希望自己做完一樣嘢之後會去後悔，會去諗，我寧願唔去做。即係如果我做呢樣嘢之前，我會唔會去後，我會唔會後悔咧？咁我會唔做咯。嗯，如果唔係嘅話，我係一定會衝咯。嗯，我係呢啲咁嘅人咯。你後唔後悔不如錫咗一啖？哇！有冇後悔咧？即刻隔開佢。唔係啊，咁我覺得禮貌上即係大家朋友咁。咁我都 OK 嘅，咁佢 nice 嘅，咁 friend 嚟噶嘛 ？OK， 咦，唔使咁嘅問題。咁啊，而家蘇花你做過遊戲節目啦，又拍過劇啦，咁其實我相信你有好多唔同嘅嘢都想做嘅。嗯，如果我俾你揀，你想開邊條路咧？其實我自己我因為我之前係 TVB 出嚟啦，咁。我會喜歡演戲，因為其實以前不喜歡演戲的，以前真的寫一副對白很害怕怎樣怎樣，但發覺你做多了，即有些不是說開竅的，即我不可以說自己現在是開竅，但至少熟習了這件事，亦都習慣了個模式，就開始去投入了 enjoy。所以我希望自己將來條路都是可以演多啲戲俾大家睇咯，希望演多一個角色係令到大家有深刻嘅印象，忘記到係邊個嘅緋聞女朋友啦。但我知道需要一段時間同埋一啲嘢去做，先會令到大家忘記呢樣嘢。但我會努力咯，同埋我自己都知道做呢一行，即係正如你話齋啦，做呢行做藝人係長戰嘅。不是呢一刻的，不是你而家是一個靚女，你後生，但你冇實力嘅話，都是冇用。即係機會俾你，你即係俾套戲你擔，你擔唔擔到？你擔唔到，咁就冇咗機會啦。咁所以我唔希望自己有個機會嚟嘅時候，我 miss 咗咯，因為唔知幾時會再有機會。咁所以我而家會努力去充實自己啦，即係睇多啲，即係睇台劇啊，睇劇啊，睇戲啊，學多啲人哋點樣做戲，同埋即係多啲武藝旁身對自己好噶嘛，即係出去唱歌，要你即刻唱，你唱到先啦，唔好五音不全先啦。咁所以我自己都學緊唱歌，學緊跳舞，同埋一得閒好，其實睇多啲戲咯，希望可以幫到自己將來演藝呢方面可以有更加多嘅發展咯，或者可以條路即係可以攞獎啊咁樣啦。咁呢個當然係希望自己一個目標啦，你跑即係向呢個目標去跑咯，係啊。咁今年有咩計劃咧？今年其實見到我剪咗一個新嘅頭髮，咁比較清新啲嘅，清爽少少。咁唔再希望係一個咁女仔啦，即係希望可以型格少少，一個全新嘅形象出嚟，唔係再之前咁女仔啊，咁嗰啲。本身性格係咪咁？我本身就是成個男人咁嘅，你唔覺得嘅咩？爽咯，但係又你個樣好難個 imagine 係男人咯。即係我比較豪爽嗰啲嚟嘅，即係有嗰句講嗰句，好直接嘅，所以成日得罪人嘅。唉，所以好慘。咁即係呢個都要慢慢去改啦。學講嘢啦，係學下點樣去講嘢啦，點樣圓滑啲啦。咁呢啲都要慢慢學。咁但係嚟緊新一年就希望可以。朝住唱歌呢方面唱歌，喜歡唱歌，喜歡唱歌，喜歡啊！因為細細個成日都參加歌唱比賽，哦，係咁咩？雖然輸，但係都係一個 dream 啦，係啊，咁都想可以試下唔同嘅嘢咯，咁都傾緊一啲唔同嘅公司啦，希望有個新嘅岑潔兒出嚟俾大家睇啦，係啊，咁希望2010年啦，阿蘇兒有新嘅發展啦，或者新的 look 啦，係啦，就 V 曬咁啊 ，OK， 咁希望我哋都睇到佢更加多新嘅作品啦，咁啊認識多啲嘅蘇兒啦，咁希望我哋各方面都可以幫助到你啦，多謝，係啦，更上一層樓啦，就搣咗個名啦，係啦，撇咗佢，飲杯啦咁，係，飲杯 ，Thank you， 係，新年快樂。想留下。